今集技艺达人包括武古用，他们的必杀技是打鼓；BTS Trial Team， 他们的必杀技是攀爬单车；奥文，他的必杀技是转碟。节目后记得上 ATV 网站投选你最喜爱的技艺达人。香港的运动员不是立鸭。得，我知道香港的运动员不是立鸭啊嘛。喂，不过话时话，近呢几年咧，香港的运动员在很多比赛上面都拿到很好的成绩喎。冇错，但是香港咧对于某一啲嘅运动嚟讲嘅支持啊，仲系唔系好够噶。咁但系跟住落嚟嘅技艺达人咧，咁佢都系好热爱自己嘅运动噶，咁佢都好希望咧可以尽翻点绵力嘅。我哋都好热爱我哋嘅演艺工作噶，冇错啊。咁所以大家一齐加油！集技术经验于一身 ，BTS Trial Team 嘅攀爬单车技术高超，并希望透过努力为香港攀爬单车出一分力。我哋专向难度挑战，我哋系 BTS Trial Team， 要上 ATV 出马。
利用技巧同埋平衡去跳过各种不同类型嘅障碍物。咁所用到嘅技巧咧，大多数都会有平衡啦、跳高同埋跳远噶。咁啊，尽量避免身体会同地面同埋障碍物接触到嘅。嗱，呢項嘅運動咧就由電單車攀爬咧就係發展而成嘅喎。咁有個傳說啦，就係話電單車攀爬嘅選手希望啲小朋友咧喺呢個踩電單車之前得到鍛鍊啦，所以就俾個單車佢去作為練習啦。咁慢慢就發展成為一項獨立嘅運動。好啦，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你哋三位咧，正如好似特技人咁樣嘅，同你哋傾下偈先啦。其實開始嘅時候點解會玩即係攀爬單車呢樣嘢？其實第一次接觸咧係喺屋村嗰度咧，見到啲大哥哥喺度玩。覺得哇好型喎，咁樣能人所不能嘅感覺，所以咧我就選擇咗玩呢架電單車。你覺得型嘅，咁你咧？我咧就係想咧 YouTube 咧睇到人哋外國嗰啲片啦，跟住覺得好犀利喎，咁就買咗架車玩咯。哇，好快脆！睇完片就即刻買啦。你咧？我就最簡單，我中學啲同學玩，我跟住一齊玩嘅。咁啊，一齊玩都幾開心嘅。我見到現場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嘅障礙物啦。你喺上面咧，即係又彈嚟彈去，跳嚟跳去，你唔會覺得好危險嘅咩？其實都有嘅少少危險，但係首先練好咗個基本功啦，個基本功好咗就慢慢循序漸進，咁就唔會太危險啦。咁練嘅時候會唔會有困難嘅？其實有㗎，我上到啲高位度咧，都會覺得有啲驚啊，有啲畏高啦，咁所以就個進步就會慢咗咯。曾經有冇即係受過傷咁？都有嘅，好多次啦，係俾只腳踏彈到只腳花曬啦。其實都係見到呢啲就花曬啦。係啊係啊，其實都係唔聽爹哋媽咪講，唔戴嗰啲護甲咁樣。即係其實自己冇做足安全措施。係啊，所以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啊！咁你有冇受過傷？我其實受輕傷嘅啫，因為我比較玩得保守同埋細膽啲啦，咁所以就冇乜點受過。咁其實係咪會話會有唔同程度嘅級數啊？會唔會有？即係攀爬單車其實，即係會唔會話你哋每一個障礙物其實會有分唔同嘅高度，會唔會有咁樣嘅？即係不斷自己挑戰自己，跳越嚟越高咯，都係。嗰個層次一定係有唔同嘅，跳得高嗰啲人當然係好勁啦。都要逐步嚟嘅呢樣嘢。但係你哋過往你哋去表演啊，或者比賽有啲咩好特別難忘嘅經歷？咁其實都有嘅。我對上我一次最難忘，我就覺得去酒店表演啦。咁其實表演咧，我最想咧就係俾到最好嘅嘢俾觀眾睇到啦。但係通常咧都做唔到嘅，因為以免失手啦。咁所以咧就揀咗啲好難度好低嘅嘢去做啦。咁所以我就對自己表演啊唔係好滿意。係啊，但係可能學得仲未夠啦。咁你咧又有啲咩難忘？我最難忘經歷就是有一次翻咗大陸比賽啦。我原本以為自己已經練得好勁好足噶啦，點知翻到去都是輸曬，所以就要繼續自己不斷鍛鍊啦，唔好放棄啊。咁你哋未來會有啲咩目標呢？當然就是想啲技術進步啲啦，同埋參加比賽，同埋希望香港會有多啲場地俾我哋呢啲單車去玩下咯。嘉莉，你做乜眼濕濕咁啊？冇，我見到咁多位技藝達人為住自己嘅目標咁努力去奮鬥，我有啲感動咯。嗱，就正正因為係咁樣，所以我哋要加倍努力，揾多啲隱世高手嚟表演才藝噶。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我要上 ATV 春晚。拜拜！睇完今集嘅節目，記得上 ATV 網站投選你最喜愛嘅技藝達人。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身怀绝世技艺，立刻上 ATV 网站报名参加《我要上 ATV 春晚》。